喜不喜欢吃馒头或者包子当早餐呢？偶尔吧。喜欢吃，但不太经常吃。这个我都喜欢吃啊，馒头啊，面啊。馒头是我国北方小麦生产地区的主要食物，在南方他们作为早餐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台上面。不过你试过在吃馒头或者包的时候被啃亲吗？这个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喝点麦片啊，或者喝点水啊。那个馒头啊，怎么啊，我又点开水，喝水喝它出来吧。那就先缓一下，喝点水就可以了。好，欢迎收睇今期嘅生活调查团，我系调查员黎俊啦。喺呢度想问下大家，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呢个馒头呢？嗱，而我咧就非常之中意食呢个面食类嘅东西啦，譬如馒头啦，同埋面包啦呢啲嘢啦，都要攞嚟做呢个早餐嘅。不过有时候咧，你知噶啦，翻工呢啲嘢食得赶时间食得太快，好容易就咁啃亲噶啦嘛。咁所以当啃亲嘅时候，你会第一反应系做啲咩咧？嗱，以上嘅街坊咧就话喂，其实饮水都得嘅咧，咁可能都会将呢个馒头顺翻落去咧。嗱，但系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其实饮水咧有时候可能真不能够将这个馒头顺回去，反而会令到你将这个面包塞住条气管，令到你窒息的。食馒头啃亲，饮水之后竟然会窒息身亡，到底边度出错呢？1月26号早上，浙江慈溪的一位妈妈正在给3岁半的儿子喂早餐，她吃的是馒头。这孩子啊，吃了2-3口，突然就吃不下去了，妈妈就给他喂了水。可是喂了几次，感觉儿子可能是噎住了，就更使劲的给孩子喂水。在给这个孩子喂水之后，孩子脸色发青，没有缓解的迹象，送到了医院后，还是没能救回孩子的生命。嗱，睇到呢度，我相信大家都已經心驚驚啦，亦都會同時有一個疑問，就話點解咧饅頭啃親之後飲水會更加嚴重呢？唔使驚，接下來做一個實驗睇一睇。嗱，呢一面前咧，我已經擺住2個燒杯啦，3個饅頭同埋1支水，以及一個筷子。咁我稍後就會將饅頭放入2個燒杯當中，一杯倒水，一杯唔倒水，睇個變化係乜嘢啦。话咁快1分钟已经过咗啦，咁我哋一观察呢个已经浸咗水嘅馒头到底变成点样样。咁我首先会用筷子啦，会剁一剁个馒头。嗱，可以见到呢个馒头啦，其实咧用筷子剁入去之后咧，非常之松软，而且系唔使用太多力啦，就已经剁入去啦。嗱，依家见到个馒头咧非常之松软噶，若然进入咗呢个食道咧，就当然好易呢个消化啦。但系进入咗气管之后咧，会系点样样咧？气管是呼吸的通道，食管是消化的通道，尽管他们都各司其职，但是他们都是连接住喉咙的通道。有时候你边讲嘢边食嘢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啃亲，那很有可能气管里面就卡住了食物了。好，接下来我会模拟这个实验，就是当人体吃了馒头之后啃了气管的实验。首先我会准备2条软管模拟我们的气管，然后也有馒头，稍后会同等量之后塞入我们的这个软管里面，然后再倒水看看发生什么变化。好，而家我已经将馒头就塞入呢个软管里面啦。咁啊，接落嚟我就模拟一下我哋当啃亲嘅时候饮水，咁啊，然之后呢个情况噶。咁首先我一张水咧就倒入呢个软管里面。好啦，咁啊，依家见到啦，就水已经系入咗呢条嘅软管里面啦。咁啊，接落会用呢个嘅吹气嘅方法啦，就睇下佢哋两个啦，边个容易排出啦。我哋用软管模仿人嘅气管，气管嘅一端由调查员嚟吹气，模拟人呼吸嘅气流。另一边嘅两块小馒头，又会唔会俾调查员同时吹翻出嚟呢？我哋睇到调查员同时对住两条软管吹气嘅时候，冇加水嘅馒头好容易就飞咗出嚟啦。但系加咗水嘅馒头就好实净咁卡咗喺软管里面，亦即系话，如果馒头一个唔小心啃咗喺气管，这个时候饮水，水进入咗食道，对气管中捆住嘅馒头根本起唔到任何嘅作用。呢种情况，作为医生嘅话，尽量唔主张病人俾病人饮太多嘅水，因为唔知道呢个馒头卡喺气管嘅边个位置。假如系大量饮水嘅话，使馒头膨胀，加重病人的呼吸困难，严重的话吸入到肺里面，出现吸入性肺炎，甚至引起窒息，那么死亡。医生就话食道是有弹性的，如果单纯是馒头塞在食道里面，饮水的做法是没错的，但是气管的弹性较差，所以如果食物进入了气管会压迫气管，所以如果不清楚馒头在哪个部位啃到的话，尽量不要饮水，因为大量的饮水会令到馒头膨胀堵塞气管，而且一个不小心快速地将大量的水吸入到气管里面，这样只会加重气管的负担，引起呛咳。
經過調查啦，即係食饅頭嘅時候近親係真係唔可以亂飲水噶。嗱咁啊，好多人就話喂，即係食嘢近親嘅時候，其實我哋可以幫佢拍下背脊，順翻條氣咁啊得噶啦，係咪先？嗱，如果你平時都係咁做的話咧，接落嚟呢一個時間啦，你又要認真睇一睇我哋呢一期嘅節目啦。食饅头拍背脊，拍背吹到起不到效果，反而会酿成悲剧。这个到底是哪个的过错呢？有一个七岁的女孩中午在学校里头吃馒头，结果就被这一口馒头给卡住，而且噎住了。当时发现女孩被噎住之后，老师拍打着她的背部，可没有奏效，最终去世。为什么帮人拍背不能够顺气，反而窒息呢？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有时候有病人啃亲异物之后，其个呼吸比较微弱，同时咳嗽也比较微弱，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用拍背帮助他将异物排出来。第二种情况，假如是病人本身有自主呼吸，同时咳嗽得比较有力，这种情况的话，假如你用拍背帮助他的话，就会出现打乱病人的呼吸节奏、咳嗽节奏，那这就出现异物不容易排出来。医生就说，当近亲者咳嗽的时候要根据情况进行救治，如果这个患者他咳嗽的声音非常微弱，我们可以通过拍背来帮助他将异物排出来。在患者两只肩胛骨之间用手掌用力拍击五下，而当患者出现异物窒息以后，他的呼吸已经完全被阻塞了，患者不能够呼吸，面色青紫。这个时候我们拍背法就不如另外一种方法了，这个方法就叫海姆里克腹部冲击法，这个方法更有效，因为这种方法是全世界被广泛应用于急性呼吸道异物堵塞，拯救了无数的患者，亦被称之为生命的拥抱。好，这个时间已经去到医院里面了，现在见到我隔离已经站着这个耳鼻喉科的冯医生。医生，如果当我们即是近亲的时候，最应急的方法是哪几种？一见到这种病人的时候，立即要诊开施救。首先站在病人的后边，右手握住拳头，拇指方向放在胸部与腹部之间，剑突这个位置，由左手放在右手拳头上面，快速向上向后推压，连续五次六次。嗱，醫生，譬如咧就啱先我好彩啦，即係近親，如果有醫生隔離就可以幫助到我解決呢個問題啦。咁假如即係自己有人食飯嘅話，咁突然間近親應該點做？首先攞張凳過嚟，將凳個上面放平，將自己個胸腹部之間肩突呢個位置靠近呢個上面，撞往上往後撞，撞六下，明白啊？尽量就将呢个异物通过呢个冲击，将异物呕出嚟。好啦，医生，咁我哋啱先已经试咗两种方法啦，咁啊，仲有冇其他方法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已经啃到已经冇咗知觉啦，自己冇办法站立起身啦，然之后处于昏迷嘅状态，少晕嘅情况之下，应该点做呢？如果喺旁边人见到嘅话，碰到呢种情况，首先唔好焦急，系让病人躺住，对地上或者床上，用右手。手掌放在胸部和腹部之间，肩突的位置，左手压住右手手掌，快速向前用力向上面推，连续一次五次，使胸腔形成一个压力，冲击气管，冲击异物出来。医生提醒观众，要判断幼儿是否误食异物，可以从几个症状来观察。幼儿发生误食情况之后，当异物进入气管发作时，会有咳嗽症状，同时都会有想呕的感觉。如果异物吸入肺部，可能会出现哮鸣声。另外，父母都可从这个小朋友的表情来观察，当幼儿面色变差的时候，异物就很有可能卡在气管里面了。小于一岁以下的婴幼儿，异物梗塞在这个气管里面的时候，不可以进行海姆里克腹部冲击法，而是要使用导体法。好啦，呢个时间我依家身上面已经抱咗个 B B 啦，咁啊，即系接落一个问题就系关于 B B 仔近亲嘅话，医生其实我哋咧就应该点做咧？作为家长嘅话，首先将细路仔抱起身嚟，用左手拇指食指放在细路仔个锁骨上边，然后将细路仔反过嚟贴住自己个手背，右手轻轻出力咁。
拍細路仔個背脊一至五下，直到細路仔個異物排出為止。調查到呢度，我哋可以知道食物係好有可能會近咗氣管噶，咁樣的確係非常之危險噶。但係我哋要注意嘅係唔好盲目咁飲水、拍背，記住以上相應嘅急救方法嚟幫助近親嘅人或者自救。除了吃饅頭近親之外，其實在生活當中還有很多近親一些很令人出手無策的事情，譬如我們在這個食飯當中吃魚骨的時候近親是令到人相當之無奈和出手無策的，譬如很多人就說這個魚骨又硬又尖，會吃了下去之後會卡到喉嚨出血，甚至魚骨會停留在身體裡面排不出來。不知道各位電視機旁邊的你有沒有試過這個情況呢？魚刺就卡過，魚刺會有，我媽媽試過，偶爾吧，有時都會。看來各位街坊或多或少都有個魚骨卡喉的經驗，而且大家都非常之幸運，已經將魚骨攞翻出嚟，又或者順利排出。不過接下來這個視頻的主人公就沒那麼幸運了。日前常州的張先生在吃鲫魚時一不小心被魚刺卡了喉嚨，當時張先生只覺得喉嚨刺痛，並沒有太過在意，也沒有及時取出魚刺。沒想到睡覺睡到凌晨一點左右，張先生的妻子發現丈夫大喘粗氣，臉色發紫，連呼吸都很困難，家人及時將張先生送到了當地醫院，但是由於張先生喉嚨水腫太過嚴重，最終窒息而亡。好啦，睇到呢度，我相信電視機旁邊嘅呢個觀眾都相當之心慌慌，甚至好驚添噶啦。因為魚骨雖少啦，但係就隱患卻無窮啊。咁啊，當你俾魚骨卡到嘅時候，你會點樣解決呢？魚刺卡到喝點醋啊，軟化啦，喝水啊，吞啦、啊，吃點乾東西往下吞，盡量的吞下去。吃點青菜吞下去。吞一口飯或者吞點菜，但是我自己也被卡過，如果嚴重的話哈，還是不舒服，可能會帶他去醫院。從街坊的調查可以看到，很多街坊就知道其實魚骨卡到喉嚨第一個出現在腦海裡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飲醋，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很多街坊都認為其實這個醋是酸性，可以軟化這個魚骨，然後拿回出來這樣說的。到底這個飲醋是不是真的最有效的解決方法呢？我們立刻來做實驗。好，接下來又到實驗時間了。這個實驗見到就我已經面前擺了一大堆東西了，分別有這個白醋和陳醋，還有我們這幾條魚骨，還有這個氣球的。首先我們要看一看，給各位觀眾看一看魚骨，即是我們這個在這個平時吃魚的魚骨是不是真的很堅硬。我找到這個氣球，然後篤一篤它，可以更加直觀見到魚骨的這個堅硬程度。好了，看到這個魚骨的堅硬程度真的非常之硬淨的。為了調查清楚魚骨是不是真的會被醋軟化，調查員準備了四個碗，分別放入兩條大骨和細骨，然後分別倒入這個食醋和白醋浸泡一分鐘。好，話咁快一分鐘就已經過咗啦。我哋一觀察呢個浸喺白醋同埋陳醋裏面呢個魚骨嘅呢個情況到底係點樣樣。咁首先睇睇白醋嘅。好啦，咁我依家就挖屈佢啦。呢個見到啦，浸喺白醋裏面呢條大魚骨咧，其實都依然都係好堅硬，冇咩太大變化噶。同埋色澤上面咧都冇咩太大變化嚇。好，然後睇睇個細魚骨。細魚骨啦，即係咁樣屈落去啦，見到啦，其實因為佢本身就已經係細噶啦。咁經過呢個嘅白醋嘅呢個浸泡之後，其實佢咧就依然都係有柔韌性同埋呢個比較堅硬嘅呢個感覺噶。通過觀察，放喺白醋裡面嘅大魚骨同埋小魚骨都冇咩變化。嗱，都話呢個食醋酸性係比白醋更大，咁浸喺食醋裡面嘅魚骨又會唔會軟化呢？好啦，咁啊白醋呢個觀察完啦，咁啊接嚟觀察一下陳醋噶，咁啊亦都係繼續觀察呢個大魚骨先嘅。好，依家見到啦，陳醋嘅呢個嘅大魚骨啦，就依家嘅堅硬程度啦，同白醋相比，其實都冇太大變化。但係唯一嘅變化就係，其實佢呢個魚骨嘅外表嘅呢個色澤啦，就發生咗少少嘅變化啦。大家可以見到，就有少少黃嘅。好啦，咁啊睇一睇細嘅魚骨。嗱，細嘅魚骨咧，經過呢一個陳醋浸泡之後啦，外觀啦依然都係有呢個嘅變化，就係有少少黃色。之餘咯，見到其實佢都非常之柔軟噶，已經浸到。好啦，依家見到咧，魚骨都有一啲嘅軟化嘅情況出現到噶。咁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呢個陳醋令到魚骨軟化，從而令到呢個魚骨可以排翻出嚟咧？好啦，為咗呢個實驗嘅嚴謹性，我哋再等多五分鐘，睇一睇呢個細魚骨到底有咩變化。我哋發現同樣浸喺食醋裏面，大魚骨亦都冇咩任何嘅變化，而小魚骨有一啲軟化。咁隨住浸泡嘅時間越長，你個魚骨會唔會有明顯嘅變化呢？我哋拭目以待。
好啦，咁啊，五分鐘好快過咗去啦。咁啊，首先我哋觀察浸喺白醋裏面呢條大魚骨嘅有冇變化先。嗱，經過五分鐘浸泡之後啦，可以見到啦，其實個變化唔係太大，同呢個一分鐘之前嘅呢個變化。咁同埋啦，見到啦，其實佢從外觀啊，同埋成個嘅堅韌度程度嚟講啦，都冇太大嘅變化噶。好啦，觀察其餘三條先。好啦，咁啊見到啦，浸喺呢個嘅白醋裏面嘅小魚骨啦，佢變化咗啊，亦都可以咁樣好輕易咁樣屈到啦。雖然大魚骨亦都冇咩明顯嘅變化，但係浸喺白醋裏面嘅小魚骨亦都係軟化咗。同樣，我哋攞出咗浸喺呢個食醋裏面嘅魚骨觀察，大魚骨依然都冇軟化，而小魚骨就比啱啱浸咗一分鐘嘅時候軟化得更加明顯。而呢啲嘅魚骨進入咗食道之後再倒入醋，又會唔會有非常之好嘅軟化效果呢？好啦，為咗大家更加直觀可以觀察到啦，當我哋呢個魚骨卡咗喺食道裡面嘅情況啦，然之後再倒入醋啦，然之後會發生咩變化啦？我哋接嚟做一個模擬實驗。咁首先我哋用豬嘅食道啦，模擬我哋人體食道，因為最似嘅。另外就會用呢條嘅細魚骨同埋大魚骨呢兩條魚骨分別就吉入呢個嘅豬嘅食道裡面，睇下個變化點樣樣。好啦，事不宜遲，即刻開始。好，接落嚟會先用呢個細嘅魚骨吉呢個嘅食道裡面。嗱，依家啦用細魚骨吉入好啦，其實咧就冇吉入噶。好，試下呢條大嘅魚骨啦。好，經過啱先啦，就將條魚骨吉喺個食道裏面咧，可以見到啦。其實魚骨就已經掛咗喺食道上面啦，完全咧就可以吉入呢個嘅食道裏面噶。同啱先質魚嘅小魚骨唔同，草魚嘅大魚骨完全可以吉入呢個食道，而且吉得非常之扎實。大家可以睇到啱先質魚嘅魚骨非常之細小，所以當我哋吞入肚裡面嘅時候，就算掛喺我哋嘅食道，過一陣呢個骨都會軟化落嚟，再加上吞埋其他嘢就會排出食道。而草魚嘅魚骨由於質地比較堅硬，佢如果一旦攝入咗體內，好容易將我哋嘅食道吉穿，橫卡喺中間。咁呢個魚骨一旦卡喺我哋嘅食道裡面，醋又有冇軟化嘅效果呢？好啦，接落嚟我就做另外一個實驗，就係話當如果魚骨卡咗喺喉嚨裏面，我哋倒入呢個食用醋之後啦，個魚骨會唔會軟化，然之後令到魚骨可以順利排出呢個食道啦。咁啊，接落嚟我亦都多咗個幫手啦，咁啊稍後咧就會將呢個嘅醋倒入呢個腸道裏面，睇下條魚骨會唔會軟化啦。好，呢個實驗事不宜遲，開始啦。啱先倒咗陳醋落去之後，見到條魚骨啦，冇咩明顯嘅變化噶，依然都可以將呢個嘅腸道口啦係撐大嘅。從實驗結果嚟睇，魚骨卡入食道，醋並冇軟化呢個魚骨，而且魚骨喺進入食道之後已經刮破咗內層嘅食道。喺醋倒入咗食道嘅時候，魚骨因為液體嘅衝力，仲可能會令到傷口更加深。我哋知道骨頭係由碳酸鈣組成嘅，醋呢係酸性，可以軟化碳酸鈣。問題是骨頭卡到咽喉的位置的時候，食醋的話，其醋在呢個骨頭停留時間很短，根本就沒有足夠的時間產生化學反應，軟化骨頭。甚至你飲食醋的話，就很容易出現骨頭損傷部位的潰瘍，甚至出血。所以如果魚骨已經卡在咽喉部位，飲用食醋的時候，醋在咽喉部位停留的時間很短，不可能達到軟化的目的。而且如果骨頭卡在的地方傷口已經形成的話，大量飲食醋反而會引起消化道炎症。上一節通過調查，我們知道魚骨卡喉立即飲醋並不是一種正確應急的方法，而除了飲醋，很多人第一反應就是立即吃些東西，又或者其他食物將它吞了下去。不過這種方法效果到底是怎樣的呢？好，接下来的实验就是模拟一下我们这个吞咽法，就是将这个鱼骨卡在这个食道里面，然后不断往食道里面塞饭塞饭塞到一个程度之后，那看一看鱼骨的变化是怎样。事不宜迟，即刻开始。好啦，咁啊，接落嚟我會睇一睇呢個吞煙法到底有冇效啦。我哋會用剪刀咧解剖咗呢個食道，睇一睇條魚骨嘅位置有冇咩變化。好啦，經過解剖之後可以見到啦，撥開咗啲飯啦，見到魚骨嘅呢個位置發生咗少少變化，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魚骨已經越吉越深啦。當我哋將呢個米飯從豬嘅食管灌入啦，魚骨依然屹立不倒啊，而且卡入食管內壁更深嘅位置。細個骨頭或者表寸個骨頭，用飯田或者菜可以將呢個骨頭帶入胃裏面。假如係碰到粗個骨頭，插得比較深嘅，你用飯田啦，咪呢個菜嘅話，
咁啲使到呢個喉咽喉個壓力增大，越插越深。調查到呢度，我哋可以得出結論：飲醋吞飯、食菜對處理魚骨卡喉都唔靠譜㗎，而且壓力之下仲會將魚骨由喉面推入到氣管，再至食道啊，會令到呢個魚骨越吉就越深。所以大家最好就千祈唔好輕易咁嘗試食醋法同埋吞咽法啦。假如係二次啃響呢個舌根部、扁桃腺或者咽喉壁嘅話，只將你用手電筒照住，用捏紙或者筷子將二次夾出嚟，或者通過筷子吞噬壓住呢個舌根部，使引起身嘔吐反應，將呢個二次咳出嚟。假如碰住呢個骨頭食到入口嘅位置比較深嘅話，咁你用呢種方法都係冇辦法嘅，只能到醫院呢度通過醫生做呢個喉鏡或者胃鏡，在呢個直視下就將骨頭攞出嚟。所以如果吉在我哋可见嘅表层嘅部位，可以攞手电筒照住我哋咽喉部位，喺屋企里面咧尝试用钳咧就夹翻出嚟，又或者以细长嘅硬物伸到你嘅根部向下揿，引起恶心反射，通过呕吐嘅方式帮助排出鱼骨。如果睇到但系攞唔翻出嚟，可以请专业嘅医生借助胃镜取出。另外要讲明嘅系，鱼骨卡喉唔属于气道梗塞嘅范畴，所以上面所讲嘅海姆立克急救法咧，并唔适用于呢一种情况。而且专家提醒观众啊，有啲小鱼骨进入咗之后，如果被吞咗入呢个胃里面，唔会对我哋有咩太大嘅伤害。但系如果系大鱼骨嘅话咧，就不能够强行吞咽啦。节目调查到呢度，我相信大家已经了解到一啲近亲时候一啲应急嘅方法啦。譬如你食面包嘅时候啦，当你近亲就千祈唔可以饮水，另外就千祈唔可以帮助一啲近到就嚟即系喺度咳嗽不断咳嗽人一拍佢背脊。而最好嘅方法就系弯低腰，然之后将手啦放喺佢哋胸部同埋腹部之间嘅位置，用力咁样拍打，帮佢哋帮助啦。呢个排出呢个异物嘅。咁假如你只卡到呢个鱼骨喺喉咙嘅话咧，如果啲细微嘅细小嘅呢个鱼骨可以睇到的话咧，就可以用呢个钳啦钳翻佢出嚟，攞翻出嚟就得噶啦。如果真系唔得，鱼骨太大，卡咗喺喉咙里面或者入咗呢个食道里面的话咧，就要即刻求医，千祈唔好自己咧就耽误呢个时间啦。好啦，我哋今期节目时间就系咁多，大家可以上呢个嘅微信公众平台搜生活调查团啦，就可以关注我哋嘅呢个嘅节目嘅一啲嘅内容啦，同埋提意见噶。有咩最新情况都喺上面话过你知噶。我哋今期节目时间就到呢度，我哋下期同一时间再见。